水到我鼻孔。你来，你来，哎，这个时候跟我这么客气啊？结局说都说完了，还有没有了？干嘛？Hello， 大家好，谢谢面，谢谢朋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秋，郑秋红。初印象吗？初印象就是哇，好高啊，然后太高了。印象，其实我跟他很早之前就认识了，就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那会儿比现在会圆润一些。对，然后现印象就是减肥成功了，美了美了美了。我刚刚就说他就是现在就是很活泼、很可爱、很幽默，就是性格很好，跟高冷就是完全不一样。哦，我感觉你们俩现在状态就相爱相杀的那种感觉。你来，你来，哎，这个时候跟我这么客气啊？这个女人就是比较倔吧，不太为自己考虑吧，反正有些时候，然后就是太完美主义，对，有点。来，愣住了，愣住了。好的，那让我来好好的说一下，就是第一个缺点就是虚伪。他刚刚自己说了，虚伪，没有啦，就是宋浩宇。没有吧，都说虚伪了，然后没有了，很多缺点，说都说完了，还有没有了，干什么？没有了，不止虚伪呀。宋浩宇就挺戏精的，挺会演戏的，缺点就是太会演戏。你看他在旁边打小动作，干什么啊？啊，没事。你看，就是缺点就是永远就是做一些戏比较多，是不是？老是做一些让铁丝都看不见的事情。哦。对，就背地里面默默付出那种完美男人，就是对，大家反正看戏就知道了。默默的付出，默默的耕耘。OK， 他还是别人做的。哇，他就很欢乐，他就很，我操，他就是他朋友圈的风格，就是感觉。别人欠他钱的各种自拍，欠我钱，他也欠我钱。他会很明亮吧？他每天就在自弹自唱，对吧？哎 ，OK， 就是一个像彩色系的，一个像黑白系的这种感觉。也没有，他也是彩色系的，只是他可能自己觉得挺丧的，但别人看都哎挺好笑的。记住齐思乐花粉过敏的时候，还有对我女儿好的时候。他这表情是带孩子的时候吧，然后还有就是在他为工作很努力去拼搏。因为其实宋浩宇应该是没有什么兴趣爱好的这个人。然后有啊，篮球啊。哇，好像说到一个点，是不是某个点？那是前女友的事情，我不喜欢。哎，怎么突然戳中了一个前女友的点？什么情况？是宋浩宇的前女友啊。OK。前并没有谈过恋爱的。高妹妹帅，爱看书。好敷衍啊！好，不是，我这是发自内心，我实在想不到其他比这更加恰当的。我为什么没有我这么阳光，这么可爱，这么活泼，哎，这么积极向上？但是你身上最大的闪光点就是美，没有办法，其他的根本就。好吧，我接受。就是其他的那些闪光虽然很闪，但是美是就是都被美所掩盖了。好，下一个问题，下一个问题。好。最美的一位，好了。最不矮的一位。OK。最不矮的一位，你这样就说，那最矮的一位谁啊？那是。我还好吧。确定吗？当假的。没有嘛，因为我的照片不是很少自拍，我不太爱自拍，但是要营业嘛，然后就是会相机工作人员经常帮你拍一些这样的花絮哈。相机要导出来。三天不洗头很正常啊，是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不工作，我为什么要天天洗头啊？不洗头会掉头发，会秃的。不会。不会吗？我还好啊。你还好啊？常洗头，而且就是常用护发素是不好的，我现在都不用护发素，就是少洗头，也不是说少洗头，就不油不洗，不脏不洗吧。有没有什么品牌可以推荐一下？这个就算了吧，打钱了再说。不得不看，就是说我们这个戏是非常的精彩，
就是你以为它是一个偶像剧的时候，你看着看着会觉得它是一个悬疑片、okay. 然后你看觉得它是悬疑片的时候又觉得它是个喜剧，但当你以为它是个喜剧的时候，你可能看着看着你就哭了，哭着哭着又笑了，所以呢是非常的精彩。